切就会遇到最后一线的那个禁区球员。嗯，哇，这边跟杨敬敏的手互相纠缠在一起，看起来国民姐夫有点动气了。哇，其实应该姐夫应该是对裁判觉得，可能没有看到敏哥这个推的动作，他应该不是对敏哥啊，往后面去，有蚊子啊，拍一下这样子。他跟敏哥应该私底下感情也很好啊。Hold my back 对于这几波的吹判，吴永胜情绪就比较激动一些。对，从慢动作我们看一下这球，这个角度不太好，刚好被吴永胜被挡住，对，他背蛮撞的。再来看一次到底有没有，我觉得很接近，真的很接近。这种就是50-50的球，如果你说看篮球比赛你要把它一分为二，到底有还没有真的很难。对，但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，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好像没有，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没有，因为是敏哥把球靠过去的。但现在站在罚球线上的是杨敬敏，对，还是经验老道。